又开始轮滑泥了啊，这都是新的，新的也要融掉，重新加工。上海有一个传世活，金毛。好点儿。掉了一个，这是一个100克的金条，手镯，以前能融好几锅，一锅一锅的融。项链，成捆的项链往里面融，这回满了，这有个将近6公斤。红茶，放点那个孜然，可以吃了。对，这个汤非常好喝的，这个非常有营养。加一点，这个汤很好，马上就变成固体了。哇塞，大金块，这个将近6公斤的大金块，哇塞，你看看多重，夹住了。哇塞，太重了，这6公斤。称一下多重。我的妈呀，54.44。